元可以买到一杯饮料，加上国民美食鸡排、哦、那现在100元呢、啊，确实是不够哦。再2个月就是春节啦，做好春节过年物价的稳定哦。院里面有特别请行政院还请副院长啊、在主持物价的这个汇报，那严格紧盯相关的物价，包括大众物资、包括相关的蔬菜粮食等等的价格。那目前国内的物价其实是一直控制在2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温和的一个状况。那不过我们也有严格的紧盯哈。17项的重要民生物资通通都涨了，有的还涨得很离谱了，不是只有泡面在涨啊。这思考哈，我们最近我们会找这些，比如说大卖场哈，我们来看它能不能设平价专区，这是第一个。那餐饮的部分呢，我们也来思考说，那这个餐饮因为媒体都只报涨的哈，那如果这个餐饮它没有涨等等，我们也看怎么样来帮它宣传一下。大，而且现在传出可能有意愿的也都很大，统一、远东、全联都很大。所以这个并购下去，是不是会牵扯到上游供货商还有下游通路商的关系？各种物资的涨价，这个企业有各种不同的因素。如果企业联合起来一起涨价，这公平会一定会严惩。